下才开始发展的。它帮助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填海。那又怎样？看来你并不知道女溪填海真正的目的是什么。真正的目的，女溪填海是为了扭转时空，让2000年前的飞船不再坠入海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女溪不再困在海底，会怎么样？继续遨游宇宙。到了那一天。 人类将无法接触到你的主人，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将会改变。我们现在所处的文明也会就此消失，甚至于你和我，也都会消失。这就是变异波效应。如果你主人的计划成功，世间的一切都将被毁灭，所以我们才要阻止它。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苍海客，你觉悟吧。你们以为这么轻易就能毁灭掉我的主人？即便是刚刚的天崩地裂，那也不可能毁掉他的飞船。你说火山爆发也不能摧毁飞船？ 这怎么可能？火山爆发会引起海底海啸，什么样的飞船能够经受得住？飞船居然撑过了海啸！这怎么可能？不是说女溪的飞船？ 是没有办法抵抗住海水的侵袭吗？飞船失去了能量保护罩，这样被困在海底，迟早会完蛋的。擎天宝剑可以看到飞船内部的情况吗？既然已经知道女溪想要颠覆人类文明的企图，你作为人类，难道不应该有所选择吗？经历了800年的时光，我已经忘记做人的感受了。可你毕竟曾经是个人啊。经历了岁月。 看着人类一点点发展至今，难道你真的忍心看着一切灰飞烟灭吗？苍海客，800年的时间，你应该很寂寞吧？我不知道这么长的时间里，你究竟经历过什么。但是我相信，你一定有深爱的人，还有无法割舍的记忆。如果这次你不帮我们的话，你的那些过往，那些情感。 还有你最宝贵的记忆，也都会消失。韩信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为神的使者吗？800年前，我生活的部落每年都要举行献祭仪式，向神祈祷平安。 我哥被选中，我们兄弟俩父母早亡，相依为命，一起长大。我实在无法接受与他永别，于是我决定和他逃亡。想不到，大祭司早就听到了风声。作为山洞主，我取代我哥，变成了献祭仪式的牺牲品。 更没想到的是，我因此见到了女溪，见到了神。阿成。
在过的痕迹。女系竟能隔空消灭沧海客，她的力量太可怕了。如果她能够对付我们，刚才就会把我们一起灭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沧海客的长生是女系给的，所以她能够控制沧海客。而我们没有被女系赋予神力，所以她就操控不了我们。所以我们还有机会。那飞船在海底，我们现在连飞船都进不去，何谈机会啊？沧海客行走时间都是靠这个。方儿，你研究一下怎么用。应该没问题。那我们接下来该考虑的就是怎么对付他。打得过要打，打不过也要打。总而言之，不能让女系扭转时空。以女系的能力，只怕人类很难伤到她。可惜夜影剑用满了。我们手里还有一个女系的宝物。女系有时空机，我们也有。智神怎么对付女系呢？时空机的原理就是制造一个稳定的虫洞。虫洞？虫洞就是宇宙中连接两个时空的隧道。其实虫洞本身是很不稳定的，不稳定的虫洞内部空间风暴破坏力极为强大。女系制造的那个时空机主要的作用就是产生足够的时空能量，从而利用这些时空能量能够帮助女系稳定虫洞内部的时空风暴。你想利用智神破坏虫洞的稳定性？你真是越来越聪明了。我怎么听你们说感觉像是阴阳失调呢？可以这么理解，我们只需要利用女系制造虫洞的原理反向制造另一个虫洞，就可以破坏它的内部能量。飞船的能量也只能让女系制造出一条穿越2000年的虫洞，所以只要把它破坏，我们就成功了。要是像你们说的虫洞制作成功了，我们用它来对付女系，最后会怎么样？方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就不会有人知道女系的存在，或许我们就在懵懂中灰飞烟灭。这么说来，我的出现就是为了拯救人类？难道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的出现是为了遇到你啊。你看太阳多美啊。或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初升的太阳了。如果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日出，岂不是更好？那我们走吧。张良，帮忙！
方二姑娘，拉住，啊，拉住！啊啊啊！既然来了，就做个游戏吧。这是道门，这门怎么开啊？我试试用智神，看能不能连接。婷宜，我担心你。韩信，小心！
剑锋，喂，我在这儿呢。喂，别打，我在这儿呢。我去，是怎么回事？别慌。我去，秦小峰，喂，这儿啊，喂，没有啊。秦小峰，你这个蠢货！别动，秦小峰，秦小峰，秦小峰，喂，你别动。风，韩信，我刚才在这里面看到我自己了，你快来看，你快来。还是先保命再说，走。那是时空裂缝。风儿，你刚才看到什么了？我刚才看到了我自己，就是2000年后现代的那个我。那条缝里，那是一条时空裂缝。不行，我要回去。哎，算了吧。你不相信我？我信，可是你刚才在那儿大喊大叫。对面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那说明两个时空并未完全连通。可是那条时空裂缝就在我面前，这是我回家的最好机会。我们都到这里了，一定还有别的机会的。小芳，如果像你所说的，这条飞船上可以看到2000年之后的事情，那我们的一举一动岂不全在女系的掌控之中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是一点胜算都没有？也不一定，现在这艘船的能量已经完全失控了，说不定那条时空裂缝只是碰巧形成的。完了，又怎么了？上次我们来见女希的时候，她跟我们说，有一次做实验，意外扰乱了时空，把我卷进2000年前。现在那条时空裂缝又出现了，说明女希的智神已经开始运转了。我们没有时间了。不一定，我们还存在，那就说明智神还未完全启动。张良，刚刚那个人叫我什么轩辕孽种，又说自己是九黎勇士，到底什么来头？轩辕应该只是五帝之首的轩辕皇帝，九黎是蚩尤的九个部落。皇帝蚩尤大战逐鹿，那都是千年前的事情了。难道这些人身高七尺，赤发红须，史书上便是如此描述冰主蚩尤？不会吧，刚才那怪物是蚩尤？这鬼地方，就算碰见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，也一点不稀奇。走吧，我们去找女希。一切将从头开始，这一次我不会有半点词。小芳，
这里有个控制台，我来试试。八卦大阵，这应该是一张星图，就是标明宇宙中星球位置的地图。要是我猜的没错，这是女溪的种族已经探明的星区。那这为何和八卦图形如此相像？是挺像的，不过应该是巧合吧。一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难道说天道是女溪编造出来的谎言？子房，这么多年以来你算的卦从未出错，怎么能说天道是谎言呢？这确实是一张星图，不过不代表他没有卜算未来的能力啊。邦儿，如果两个虫洞对撞，女溪的宝物必将损毁，你真的舍得吗？保住人类的文明比我回家重要。如果有机会碰到女溪，我直接去对付她。你去把她的仪器关闭，这样什么都解决了。说的简单，女溪哪有那么容易对付啊？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等一切都结束，先去你家。
而且他们都是没有意识的克隆人。未来人类，我们还有时间。走，子枫，你回来了，快看，父亲回来了。你不是说去城里采办些东西吗？怎么空手就回来了？啊，我忘了。你呀，自从辞官以后，越来越糊涂了。那你看好他，我去做饭。小九，
钱小芳还在等你。钱小芳还在等我。钱小芳还需要你。钱小芳还需要我的保护。新哥哥，乔，新哥哥，你不要丢下我。即将不属于你，钱小芳在等你。新哥哥，新哥哥。新哥哥，新哥哥，带我出去！新哥哥，新哥哥，不要！Thank you.